向人民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啊，否则你就是死路一条，只能去秦城。不信咱们就试试，你不想把我在美国撂倒吗？啊，我不还站在你家门口吗？你那个撒泼打滚啊，满大街撒野那本事，接着来呀！你学学英国那个郑什么渊领子啊，郑西渊、郑西史的，出来嘚瑟啊！怎么不敢了？啊，你那战狼精神哪儿去了？学学你记着，你对人民竖中指，你欺骗美国政府，欺骗这个中国，你的那老板们啊，没有一句真正的话语是那个实实在在的，全都是骗人的。还有你那个助理鸡贼啊，郑啥玩意儿？郑广彦。郑广彦啊，郑广彦，你天天向美国政府撒谎啊，陷害你。李焕军啊，还说这个李焕军骚扰你，就你那德行配骚扰吗你？你只配你进你门口的垃圾箱，啊！别在里头装死，有本事出来！你们整天欺压人家，在国内都欺压惯了，这是美国，你们想践踏美国的法律，做梦！啊！你的一招一招全失败了，你还有什么招结实？还找这个城管来测噪音，你要改变不了美国的宪法，你甭做那个梦啊！你也没那个本事，你以为你可以在中国践踏宪法，践踏各种法律，使什么招都行啊？在美国你办不到，不信咱们就试一试啊，看最后是你回中国进秦城，美国倒下，老老实实15号之前出来认罪，你还有口气儿可喘啊，否则上帝和你的组织都不会饶恕你，记住我的话。你往上算，你把那个照片好了，你算正了吧？我是拍的是这样拍的，不是这样。我不知道你咋拍，反正我是这样。因为我是这样。那你放。